国泰民安。国泰民安，此菜为广东西式地方风味菜肴。制作这道菜所需的主料是面包片儿、配以的辅料有腰果、虾胶、番茄沙司和鸡蛋清。调料有精盐、白糖、味精、胡椒粉。我们来看一下这道菜的具体做法。将腰果放在砧板上拍碎，装入容器中。再把拍碎的腰果倒入事先制好的虾胶中，放入盐、味精和胡椒粉，搅拌均匀。将制好的馅料抹在面包片上，然后再沾上一片面包片，压实。四边抹上蛋清封住口，并去掉多余的馅料。炒锅上火，放入油，烧热以后下入加好馅料的面包。面包炸至色金黄、内成熟时，捞出沥净油，然后放入砧板上。把面包改刀切成三角块，码入点缀好的盘中。
将青椒、柠檬制成的容器内装入番茄沙司，一同随菜品上齐。做这道菜的时候要注意，馅料要抹制均匀，炸制时油温不可过高，以免出现外焦糊内不熟的现象。国泰民安这道菜的特点是色泽金黄，酥香可口。